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今天的新闻真是丰富多彩，我们马上来看看吧。首先，以色列在一个月内成功进行了三次针对哈马斯领袖的暗杀行动，震惊了全世界。伊斯梅尔·哈尼亚在德黑兰的暗杀行动，显示了以色列在敌人腹地展开高超暗杀技术的能力。这些行动无疑是对伊朗和哈马斯的巨大打击，同时也凸显了以色列国防军和摩萨德的强大实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共政坛的动态。自三中全会结束以来，李强和张又侠等重要成员的反常表现引发了国际关注。这些反常行为是否预示着中共内部的分裂或权力博弈？最后，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最新动态。川普在宾州的造势活动中提到，遇刺当天的一张图表救了他一命，并邀请了帮忙布置这张图表的工作人员上台。这一幕让现场观众哄堂大笑，也成为了造势活动的亮点。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明镜历史台，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历史简报节目。今天我们要挑战大家对国际间谍战的了解。以色列在一个月内成功进行了三次针对哈马斯领袖的暗杀行动，震惊了全世界。伊斯梅尔·哈尼亚在德黑兰的暗杀行动，显示了以色列在敌人腹地展开高超暗杀技术的能力。这些行动无疑是对伊朗和哈马斯的巨大打击，同时也凸显了以色列国防军和摩萨德的强大实力。以色列这些行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又将对中东局势产生什么影响？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网友一，发生了什么？李强、张又侠表现得太反常。三中全会结束以来，李强、张又侠等习家军重要成员似乎表现出与习近平不一致的立场。中共政坛的种种反常现象已经引发了国际关注。8月1日，日本讲谈社旗下现代商业杂志发表评论文章，中共政权中枢终于开始公然反抗。李强没有歌颂习近平，中共军队内部也似乎明显不满。三中全会一结束，党媒就集中报道了中共国务院、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全国政协和中共中纪委各自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三中全会精神。评论写道，把人民日报的几篇报道对比来看，不难发现，王沪宁、李希、赵乐际都分别在会上不遗余力地强调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王沪宁在政协甚至还表示，今天取得的一切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掌舵领航。但唯独李强在国务院根本就没提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也没有特别吹捧习近平。要知道，在中共的政治文化中，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行为，李强这样做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公然造反。不仅仅是李强，还有被不断大清洗的中共军队。军报7月27日在第二版强军论坛发表评论，强调要集体领导，并批评个别单位党内政治生活有问题，有的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搞家长制。评论认为这段话意味深长，所指不是军队而是党，提出党内政治生活的异常问题，个人超越了党组织。在当前政治背景下，大多数读者可能会联想到习近平。军报主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政治微妙之处，所以不排除这是军方的小型反叛。外界近期也注意到了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异常表现。7月29日，张又侠参与了全军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首场报告会，并在军委机关进行了三中全会精神的宣讲。张又侠尽管提到习近平，但没有像以往那样强调对习近平思想的忠诚，而是侧重于对三中全会精神的阐释。这种表述方式与军报近期的发文一致，后者强调党中央的权威而淡化习近平的个人影响。有网友总结出四个不寻常，指出一是张又侠成为宣讲团成员，何卫东却无影无踪；二是宣讲中没有强调习近平讲话精神；三是缺少往常的维护核心听从指挥表态；四是对全会精神自行阐释，不再强调习思想。一句话就是罕见淡化习的权威。有分析指出，张又侠的这一反常表现可能反映了中共内部的某种不为人知的变化。即使习近平在外部活动中高调露面，中共内部显然正在经历某种内部分裂或调整，而这种调整或许在影响中共高层的决策和对外表态，预示着内部的复杂动向。今日华尔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性的探讨一个重大事件，卡马拉·哈里斯已经获得了民主党总统提名，并将在11月与唐纳德·特朗普一决高下。哈里斯成为首位获得主要政党提名的黑人和南亚裔女性。她的副总统候选人选拔进入白热化阶段，正在面试6位潜在候选人，包括州长和参议员等重量级人物。这场选战将如何演变？谁将成为他的竞选伙伴？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民进火拍，卡塔尔星期五为在德黑兰遇刺身亡的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葬礼在多哈北部的一座大型清真寺进行，出席者包括哈马斯高层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哈马斯和伊朗坚称以色列是刺杀哈尼亚的凶手，并扬言要对以色列进行严厉的报复。这一事件让外界担心加沙的以哈冲突可能会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复苏乏力，不仅影响了国内市场，也对在华运营的跨国企业带来了冲击。从星巴克到通用汽车，许多企业都对中国经济的疲软感到震惊。专家们呼吁中国政府加大财政刺激，甚至建议直接向民众发钱，以提振消费和经济活力。美国总统乔拜登对此表示关切，认为哈尼亚遇刺无助于加沙的停火谈判，并强调以色列和哈马斯应推动停火协议的达成。美食精挑，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位开创性的白宫主厨，克里斯塔·克里斯·科莫福德。他在白宫服务近30年，刚刚宣布退休。作为第一位女性和有色人种的白宫行政主厨，科莫福德不仅在官邸内设计和执行了无数国宴和正式活动的菜单，还在2010年与 Bobby Flay 一起赢得了美国铁厨的胜利。他的菲律宾背景对他的烹饪风格有着深远的影响。理念非常简单，好的食材和开放的心态是成功的关键。这位国宝级厨师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对美食的热情和奉献，回顾他的精彩故事令人感动。他的离开无疑是白宫美食界的一大损失。香港电台，美国一个代表21个州及超过50名议员的团体支持司法部捍卫，要求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明年1月19日前出售 TikTok 在美资产，否则面临禁令的条例。这些议员在联署文件中指出，条例为涉事公司因其所有权带来的紧迫而非假设性的国安威胁提供了明确而可行的解决方案，强调国会采取的行动不是为了惩罚字节跳动，而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于今年4月在美国国会获压倒性通过。 TikTok、 字节跳动及一群 TikTok 创作者提出诉讼，寻求阻止条例生效。司法部早前寻求上诉法院驳回针对条例的法律挑战，指 TikTok 构成的严重国安威胁真实存在。北京外交部对此表示，美方以所谓国家安全理由任意打压别国优秀企业是毫无公平正义可言，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共同网，日本熊本县宣传吉祥物熊本熊在8月2日访问石川县政府，与该县知事池浩等人会面。熊本熊被任命为生源重建纽带大使，将于6日至8日访问能登半岛地震重灾区轮岛市及株洲市，与灾民交流，带去笑容和希望。迎接熊本熊的池浩提议为支援重建打造结合熊本熊的商品，并给熊本熊系上了知事办公室展示的冠军腰带，现场气氛温馨感人。熊本县知事木村静表示，希望通过熊本熊为灾民们打气，并承诺继续为石川县提供长期支援，分享熊本地震和水灾时的经验和技术。联合新闻网，网红蔡哥2日幽默分享模仿中国羽球选手梁伟铿的举臂姿势，调出球后戴资颖和王麒麟的留言回应，掀起一波热议。蔡哥在社交媒体上问道，揣摩了一下，有像吗？戴资颖笑回，蔡哥你终于发现了。王麒麟也留言，超像。网友们纷纷评论，超像，发疯，你是不是有失散多年的兄弟等。 YouTube 团队，哎，你这周要干嘛？更直呼简直了，我超级出戏。蔡哥的模仿照片引发了广泛讨论和娱乐，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点话题。联合早报，45岁的陈乔恩与马来西亚富二代曾伟昌的爱情故事，自2019年参加恋爱综艺《女儿们的恋爱2》后广为人知，二人在2022年登记结婚。
近日，陈乔恩工作室在微博上公开了一组轻婚纱照片，引发热议。照片中，陈乔恩与曾伟昌分别身穿复古中式、纯白简约、红色桃心领纱裙以及居家情侣装，展现了不同风格的婚纱照，气质典雅，充满幸福感。陈乔恩配文：“活在热爱里，让幸福充盈，放肆被爱，穿上轻婚纱，一起收藏甜蜜，并提前祝大家七夕快乐。”尽管戏里演的是恶毒继母，私下的陈乔恩和老公在韩国济州岛悠闲度假，甜蜜的生活状态被网民捕捉，画面曝光后在网上掀起讨论。国际奥委会发言人亚当斯在巴黎奥运会相关发布会上回应了中国游泳队的兴奋剂质疑，强调中国游泳队是巴黎奥运会上接受兴奋剂检测最多的队伍，自今年一月至今已接受了600多次测试。中国游泳男将潘展乐在男子100公尺自由泳决赛中以46秒40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赢得中国队的首枚金牌，并引起外媒质疑。对此，中国女子200米蝶泳铜牌得主张雨霏在发布会上反击，称潘展乐的成绩没有问题，并质疑为何没有人质疑美国选手的成绩。世界泳联也表示，中国游泳队接受了最密集的兴奋剂检测。中东局势急转直下，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后，以色列暗杀了在德黑兰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领袖哈尼亚，导致伊朗扬言报复。以色列国防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美国情报机关尚未发现伊朗有重大调动。伊朗在四月曾发射逾300件武器攻击以色列，此次攻击可能更强。真主党表示不会是单次攻击，而是一系列行动。以色列担忧攻击可能破坏通讯网络，已向部长们分发卫星电话。黎巴嫩真主党已撤走贝鲁特大本营的高级成员及装备，以防以色列袭击。连环刺杀事件可能引爆中东火药桶，以色列面临多线战争的挑战。以色列空袭贝鲁特真主党大楼，杀死其领导人福阿德·舒库尔，并在德黑兰暗杀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真主党、哈马斯、伊朗誓言报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将让侵略者付出代价。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誓言复仇，警告战争进入新阶段。美国表示将采取军事行动支持以色列，并确保应对危机准备。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发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攻击，但前美国驻伊朗特使艾布拉姆斯认为伊朗在未获得核武前不愿冒险。美国正在通过外交和军事努力阻止战争升级。星洲网报道，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外海在周六清晨6时多发生了6.8级地震，震源深度仅25.8公里。德国地质研究中心 GFC 表示震级为6.7级，深度为10公里，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 FIVOX 则测定地震规模为6.5级，深度为10公里。震央附近的西纳图安、比斯利格市、巴干加和蒙卡约等地感受到中度摇晃，尽管震感强烈，但当局预计不会造成损害，且无海啸威胁。然而，地震发生后几分钟内，相同地区又发生了5.0级和4.6级余震，未来几小时可能还会有更多强烈余震。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8月1日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选手张雨霏在赢得第3枚奖牌后，对外国媒体质疑潘展乐世界纪录的声音进行了回击。张雨霏指出，为什么不质疑菲尔普斯或凯蒂莱德基，却单单质疑中国选手的成绩？他的发言引起了广泛关注，揭示了国际体育界对中国选手的偏见问题。局势栏目中，东张西望节目报道了多条重要新闻。首先是真主党用大炮轰炸以色列边境据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收到关于惨败的秘密警告，这使得中东局势更加紧张。其次，中国游泳选手因食用汉堡而类固醇阳性，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陷入信任危机，给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蒙上阴影。最后，德国正式加入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司令部，旨在维护韩半岛的稳定。德国国防部长表示，这将加强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全联系。这些新闻事件展示了全球各地的紧张局势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Great Dragon breaks ancient streets, leading change with modern beats. Cities rise and towers peak, new dawn breaking bold and sleek.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commerce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at play. Future shines brighter every day. Great Dragon rules, change the course, marching strong with mighty.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To 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the play. Future shines brighter every day. Great Dragon roars, change the course. Marching strong with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y,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bold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their growth and peace.We're a new way,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bold display. History made in bold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